食得饭啦！哇，好肚饿啊！阿女啊，你最中意食鸡髀嘅，多谢妈咪。妈，你偏心喎。阿妹难得翻嚟啊，俾阿妹食啦。系啦。你食鸡翼啊？有阿妹。喂，今次个 project 真系好难，真啊！不过好彩全靠你啊，你搞掂佢哋先啦。咦，爸爸？妈咪找我什么事啊？妈咪问你星期日回来吃饭啊？啊，那个母亲节啊，她想要什么礼物啊？哎，妈咪过来了。咦，为什么你们吃得这么简单的？啊？两个人吃差不多啦。母亲节不用买礼物给我啦，你忙你的啦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好，就咁啦。等等，咦，妈咪咧？去咗凑孙啊。今晚交俾我啦。大功告成。阿女你咁叻嘅，识整咁多餸。妈咪，母亲节快乐！大家试下我啲手势先啦。好啊。其实多啲翻嚟陪妈咪食饭，就系佢最想要嘅母亲节礼物。日常一起尝。